场秀，斗来斗去，也能斗去斗去，有过不犹豫，没人下了冲去。欢迎收看全民最大的。我是律师谢振武，我是古怀轩，欢迎收看《全民最大党之新闻面对面》。全民做老板，全民做老板，全民做老板。哦，没有关系，他们喊他们的，我们面对面就好了。他们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题目呢？就是说吃牛啊，好像怕这个瘦肉精啊；那么吃鸡呢，怕得禽流感。可以说是人心惶惶，是不是吃素卡阻灾呢？怀轩，你觉得呢？那就好。那么我们现在先欢迎一下今天几位来宾好了。第一位是坐在我们咖啡杯里面的政坛孤鸟沈富雄先生，欢迎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主持人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政坛孤鸟沈富雄，我同时呢也是药理学的博士沈富雄，同时呢也是肾脏科博士沈富雄。到底要吃什么比较好呢？我待会建议给大家，谢谢。好的。第二位欢迎资深媒体人林朝新先生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就是调音好资深的媒体名嘴吼，其实啊，今年啊，这开春到今嘛吼，这年啊，实在真厉害了吼。出来这么多事情啦，尤其是这阵子除了美国股现在又有禽流感，所以大家本身要非常的注意，但我也相信做生意人你本身要职业的道德，这东西该动怎样就要该动怎样，要参与有的没的落个说过的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你现在黑心的东西是不能做，但是现在我们的心不是黑的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已经变成黄色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心惶惶，都是叫你害的。对对对，感谢民进党的立委陈廷飞小姐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亭亭玉立、万丈犀利的陈廷飞。今天大家在新闻画面上看见廷飞，我非常英勇帅气的万丈的姿态。今天我就要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把关，绝对不让马英九害我们全民都吃亏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欢迎我们 Kobe Bryant 体系的这个广告啊。就是 Kobe Bryant 跟我们的华人巨星王力宏，欢迎。Hey, be quiet, be quiet, because this is my show. I know. I'm Kobe Bryant, okay? Yes, 我不唱歌，人家不知道我是王力宏。Okay, it's my show. Okay, stop, quiet. My show, okay? Okay. What is this? What is this? 一只鞋。No, it's a system.It contains more fast and strong. What is this? 两只鲨鱼 No, it's a system. It contains more fast and strong. Next. What is this? 很多牛套句内地的话，超牛的体系 No, it's a 新生三星，新生三星打压我们台湾工业很久了，三星怎么可以 ？No 三星，新生 ，you know， 心酸，心酸的体系，心酸 ，yes， 对 ，yes， 有心酸 ，very 心酸 ，why，very sad，yes， 因为我们的美国牛很好吃，可是说现在没有办法进口到台湾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 sad， 有瘦肉精没办法，对，很 sad， 但是真的蛮好吃的，这是误会 ，OK， very sad， 不是真的有瘦肉精 ，OK OK， 这有一点 ，very 新生，那我们就进口没有的就好了 ，OK next， what is this？ 鸡和蛋，一个看涨的体系 ，No， it's a question， to be or not to be， that is a question， what's a question？You know， 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？It's a question。中国人五千年来都搞不清楚， yeah. 你现在告诉我它是一个 question， 它的确是一个 question。Yeah. I know question， 但是什么 question？ 什么 question？ I tell you， OK？ 因为你觉得现在看涨， No， yes, it's wrong。OK， 因为人家原本以为，因为有牛肉有瘦肉精，大家不敢吃牛， yes. 想要去买鸡，鸡可以大赚一笔。Yes， 不过错了。因为现在鸡有禽流感，大家也不敢买鸡，也不敢吃鸡，所以它是一个挂掉的体系。OK， next， what is this？ Yeah，
一个做殡葬业的讲过、yeah. 一个爱吃的体系 No、啊、It's 白云在炒饭，没有人要看的体系 You know I know 你的意思是说白云拍 A 片没有人要看的一个体系 Yes 一个挂掉的一个体系、yes. 出唱片卖不到2000点挂掉的一个 Yes 一个爱把妹的一个体系 Yes 没有大字报整个挂在那里的一个体系 Yes OK、哎、没有话讲了之后在小舞台直接跑出去的一个烂体系 Yes 谢谢天啊 Please OK It's my show OK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What is this? Yeah? 一个体系 It's a sister Thank you 第一次她跟我是同步的一个想法一个体系 No, I say She's a sister 她是她的妹妹 OK? Sister No sister No sister Sister OK, okay. 一个 Sister 兄妹的体系 No、What is this? Look like what?Animal. Look 牛 like 牛 No, no, wrong. 胖鸡、no. 胖的鸡 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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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 Y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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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它是一个很夯的体系啊 You know? I don't know. 不会很夯啊，因为陈汉典比白云红啊。Oh yeah, 这个倒是真的。阿 Cam 也比白云红啊。哦、oh, ，这个就不一定。纳豆节目也比白云多啊。Oh. OK, 可是他现在是最夯的 ，You know? I don't know.因为现在鸡有禽流感，大家不敢吃、yes. ；牛有瘦肉精，大家不敢吃、yes.。不过猪 ，OK， 大家敢吃，看涨的底细 ，OK、yes.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yeah. Thank you. 好的，那么吃牛啊，怕瘦肉精啊；吃鸡呢，怕禽流感。人心惶惶，是不是吃素看走灾呢？啊，怀轩，你看，牛肉又不能吃，鸡又有那个鸡瘟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像？艺人大 S 要我们学吃素呢？你觉得？嗯，你觉得呢？我问你，你又问我，那我还该问谁呢？我不如问一下沈富雄吧。沈富雄老师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还吃什么比较好？这个、是不是真的吃点素？因为素好像又有农药。讲得很好啊、嗯！啊，对，就是应该吃素了啊！你看现在台湾呐、啊，真的什么都不能吃了，吃这个美国牛呢，又怕有瘦肉精；吃台湾鸡呢，又怕有这个禽流感。那之前不是吃海鲜又怕有那个含重金属吗？对啊，那到底吃啥小朋友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有镍、啊，都是啊。那你喝饮料有汞啊，喝有塑化剂，怕那个会变小，对对不对？那你这个吃薯条又怕用那个回锅油生指数超标，是。所以你刚刚讲对了，我建议啊，就干脆全吃素好了。可是吃素有些苹果里面还有很多农药，有些据说还会有这样。那苹果问题你是有削皮吧？你连皮都下去打吗？哦对不对？有皮它可以隔绝，对，哎，皮把它削掉，然后打成果汁喝啊，或者说切块啊来吃，都不错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但是呢，这个倒是要注意一点啊，就是吃素啊也不能啊这个吃太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比如说啊吃太多了会骨质会疏松，哦，又不能吃又不能吃太多，哇，哎，之前就有一个小女生啊连吃3个月小黄瓜、啊，就差点没命呢、欸嗯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到底该吃什么最安全呢？依我专业的建议啊，是没有了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政府没有严格把关嘛，导致什么都出问题啦。那最后我们就怎么回家自己吃自己啦，就是这个道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这里啊开一个健康的这个饮食菜单给大家好了啊，大家怕吃大鱼大肉啦，怕不健康对身体有损啊，我这边开一个啊，就比如说啊这个马铃薯炖田园苦瓜浓汤。啊、哦，马铃薯还去炖苦瓜、啊，苦瓜浓汤啊，对不对？这厉害了，都是素食啊！你看看，前菜是五彩鲜蔬和凤梨苦瓜沙拉，还有苦瓜是吧？有苦瓜，苦瓜。主菜更屌了，就是法国罗勒酱佐阿里山白玉苦瓜，啊，甜品店家特制水晶苦瓜冻，啊，饮料2012年份的新鲜苦瓜汁。啊，为什么都是苦瓜？刚刚都讲到了，为什么都苦瓜呢？因为你看现在又有禽流感、瘦肉精，大家不敢吃，怕累积在体内啊，导致对身体不好啊。所以说这干脆就来吃这些素嘛。而且呢，苦瓜有什么呢？苦瓜可以降火气、健胃，还有这个整皮的功能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什么都不能吃都没关系，就吃苦瓜就好了。谢谢大家。吃这么多会不会太凉啊？凉就凉一点吧，至少不要高血压或者胆固醇偏高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哦，这也有一点道理哈、哦，这个是改吃苦瓜好了，吃得苦中苦，
放回人上人嘛。苦瓜不叫没有农药 啊，没有人要放农药在苦瓜上面。啊，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啊。我们先进个广告，马上回来，谢谢。